受法秉公，华严起信归极乐，传灯宇内，大经导航度娑婆。至诚感恩师父上人慈悲教诲。接下来我们跟师父继续学习净土大经科注第五回第五集的精华节要。观经云：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怎么作佛呢？念这一句佛号就是作佛啊，心里没有别的，佛号啊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我们心里想什么，它就变什么；念什么，它就变什么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去想它没有了，我们去念它也没有了，不是真的，全是幻想啊。世间作佛最简单的说法就是眼见色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是世间是佛，决定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就对了。如果眼见了，看得很清楚，分别得很清楚，执着很清楚啊，妄想杂念很清楚，这叫凡夫。所以佛教是什么教育？破迷开悟的教育。你学佛才像佛，你要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不走这条路，虽然学佛不像。怎么不像？从早到晚还是起心动念，你是标准凡夫。那么我们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是什么？总的纲领就是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眼见色见得清楚，耳闻声听得清楚，鼻嗅香闻得清楚，舌尝味也尝得很清楚，酸甜苦辣咸清清楚楚，没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就造业了，就是凡夫了。不起心不动念，那的就是佛。修行在哪里修？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修，修如如不动啊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那是四性般若啊，般若智慧，你什么都知道，没有一样不清楚不明了。智慧，智慧是自性本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。想开悟，开悟了什么都知道，见到听到知道，没见没听也知道，全知道了，如如不动，就是在十法界现象上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叫修行。
离开一切相到哪里修？没得修了。修行就在六道。哪一道？都是菩萨修行的道场。我们学佛的目的何在？目的就是要了生死，出三界。出三界是脱离六道轮回。轮回太苦了，还愿意天天在受苦吗？天天在受罪吗？所以我们自己修复，要不给自己定个标准，就没有成绩可言。最简单的方法是念佛，念一万声，念两万声，念十万声，这都给自己刻定功课。为什么念这么多？你不念佛就念妄想，就念分别之处，那就叫是非人我，那就错了。那果报在哪里？三途六道。我们既然尝到三途六道的苦头，一心一意想摆脱它，有地方好去，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一部经是极乐世界的说明书，是引导我们往生极乐世界。读这个经也好，一天读一遍，读十遍，读二十遍，经跟佛通通都念都好，只要围绕着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中心，不跟他远离，你就对了。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修行？这方法靠得住吗？我们用心持名，就用我们先前这个心。你不要去想那是真心是妄心，就老实念佛，想阿弥陀佛就好。本来是佛，他本来就是佛。现在又念佛，所以佛菩萨看得清楚，你当下就是佛。直截了当，方便就近，奇特殊胜，不可思议。你想无法想象。除了念佛之外，我们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要用什么态度呢？孔老夫子一生待人接物五个字：温良恭俭让。无论在什么地方见到他，你看到他温和、善良、恭敬，华严会上、菩
普贤菩萨教给我们，一切恭敬，不但对人恭敬，对蚊虫蚂蚁，为什么？他有佛心，他迷比我们迷得更深。我们到人道，他到畜生道去，啊，他要是成佛了，他本来是佛，可惜没有机会。遇到缘了，他也能修行正果，怎么能小看他？怎么能不恭敬？啊，再说花草树木、植物、矿物，统统要恭敬。为什么？他的法性是佛。他是发现佛迷惑了，才变成这些东西。关键就是个觉迷，觉大过迷，是佛菩萨。觉迷混在一起，自己不能分开，六道里头的芸芸众生。戒律抓住纲领，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，就是教化众生。佛法深入浅出，教化一些有缘众生，功德无量。世出世间头一等的好事，希望我们在这一生短短数十年的时间，好好的抓住，一天都不能空过。报声